天神把这藏在书柜是要创啥？那不是天神的生意，根本是珊珊的。是珊珊伊妈妈的作业，天神看到真正遐尔爱迄个查某人，真正煞是，安尼你改名的代志，你怕是要哪搞改水？那叫是我为着得到珊珊妈妈这个身份，我都只是改一个名而已。我是连一张名我拢改啊，为着要让家己变得更加水、更加好看，会当得到我家己想要爱，我是啥物拢愿意做。啊，你敢有考虑过，把真正的名改倒转来？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虽然你这个名是生得较好个啦，哈，但不过跟珊珊妈妈同款，安怎讲嘛，小可怪怪嘞。我是安怎爱把名改倒转来啊？我就是家己命无好，无一个好个出身，我才会安尼用心计较，计较别人个人生。啊，那无我就做我家己就好啊！我是做别人的替身，这款代志我都吞落来啊！啥都我要是无，我都得到好了；啥都我要是无，我都得到伊啊，我都好命。你错我老师，伊嘛只是一个查出身，伊煞有法度去做蔡家媳，不做蔡燕辉的妈妈。平常伊都会当家庭袂歹，水啊这样，平常我都啥物拢无，就平常平常啊！我先上去，我今晚有事，我袂当，我袂提家刀。你个熊孩子，我不哎，宝贝囡仔，是的啦，妈妈都是之前上过上去，才会做这款代志。无代志啊，哈，无代志，你免惊哈，小小小小。宝贝啊，这囡仔，今麦都是我唯一靠山，我伊绝对袂当出任何差错。我是来检查，来去做检查哦。知影你安尼是毋是有咧困啊？若会知影哦，佫要心情歹啊啦。哇呀，歹势啦，我毋是超过伊的，啊，只是小欢喜啊。你甲衫藏伫倒？伫我办公桌后壁的橱仔内底。嘿，你知影？拄家你爱结婚的时阵啊，我阿你妈的相片放伫我的门床头。
哦，啊，拄仔内底全恁妈的衫裤。一开始哦，恁阿姨拢无讲话啦。啊，不过后来我煞看伊一个人偷偷的咪遐哭啦。哎，当然会哭啊，爸，神经啊这大条哦。那有一个查某人，嫁有一个查甫人，哦，佫会当忍受房间内底四个拢是亲戚的物件。我伊当作无想啊做啊，我免他知影啦。有一天哦，恁阿姨哭啊作凄惨的，伊甚至甲我讲啊，我若无落甲你妈的代志放下，伊可能随时甲我离婚啦。所以看阿姨才伤心，才把妈妈的物件哦拢收收起来，莫让伊看到。就是，爸，你真厉害呢！少年时阵哦有查某人为你食醋。嗯，莫看你爸爸即马误会啊哦，苏东时我嘛是缘投乌狗兄呢。乌狗兄哦，爸，我想要伫我的婚礼啊。请妈妈穿牛衫，安尼就敢那一清新送我出嫁较快。哎，珊珊啊，你妈妈若知影你穿伊个新牛衫，伊一定足欢喜。来，放个紧的哦，卖让阿姨伫个困哦，卖甲吵着，好、哦。是减一支手，还是减一支脚？啊，我都只是无事去提着脚刀，哪有可能就遐尔严重啦？我太太，我拄则是伫个房间，敢会是我无事去伤着曾某？安尼，我等一下回去，我就甲伊拜一下，甲伊讲是我唔捌代志，请伊原谅我，安尼应该就无代志啊。对嘛？我都唔相信，所有有事的人拢袂无事去提着脚刀。所以我的囡仔真健康着哦，囡仔已经无心跳。这哪有可能啊？我的囡仔伊是真坚强呢，一定是你拄则无检查清楚，咱再来检查一下啦。我唔信啊！一定是你无检查清楚，都算我正常有老火，啊，不过我食药以后都无阁老火安尼，这两天我的身体嘛好真济啊，哪有可能安尼都无去？我哪有可能？你叫我是要安怎接受？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啦，也不过有时阵代志就是安尼啊。即马上要紧的，就是赶紧安排时间做引产的手术，要若无会造成阁较大的伤害。你好好调养身体，后摆还阁有机会，阁再有新的啊！袂用的，即马就是我现做事上需要有新的时阵。哟，我已经那无代志，我已经那无事，一定是你独家不给我检查，来即马来检查。老太太，你看你用钱钱，你安尼真正对身体无好啦。我已经那养过我了，一年养过我。你看你真真的，我不可能做什么阴山九叔，伊我来养个娃，你放手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你放心。我的囡仔真坚强，我丢秀英的囡仔绝对不可能就安尼死去，不可能。家，
排位嘞？为什么无伫嘞？已经给妈妈迁走啊。那是我设的排位，是冰箱无经过我同意，就迁到我人家走啊！你较冷静嘞，之前你毋是来办过手续？啊，伊妈妈拄仔好讲找到新的所在，就顺续办理啊。先去倒位，你紧甲我讲，你紧甲我讲。这我唔知影。拢是蔡英明害，都不是因为你不是都害我做噩梦，把我顶掉嘞。连丧失恁两个，我已经足痛苦啊！今麦过来啊！今麦过来啊！是安怎？伊头前咪叫我煞？伊到底要离婚不成？到啥物时阵啊？太太，太太，刚刚旁边人都出来了。你替我生一个好事，你若生落来了，能教我保姆去娶，你就会当入去公司来教我搞啥个？去公司代志你莫管啊！来要插手哦，不等你无心才搁讲。什么时阵啊？你搁在讲白贼？你到底期待我到什么程度？早上看你这面，气到呕吐吐，不嘛袂吃。所以我知影咱处理吼，需要一个查某人。我就是迄个当阵，我甲恁阿姨实在啊，其实讲起来啊，我这世人上爱的是恁妈妈。是变怎？我巴肚内囡仔，我根本啥物拢唔是。不管我搁到哪为天神甲先生付出，我都永远只是专属因的天神。我不少年啊，我敢阁有本事去偷别人的人生？我阁会当偷啥个？我阁会当改啥物名？到底要变成啥物款的人，我才会当真正得到幸福？珊珊即马情绪足无稳定滴啊！你赶紧挂过来好无？吼、哦！啊，你够有劲啊！哦，感谢感谢哦！你拜托你赶紧，哇、哦、哇！即个讲，卖哭啊！爸，你明明知影阿爷讲歹的错啊！你着较早把这真正礼服给我，给我保管。是啦，我知影啦，我就想要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结果他，哎呀！你先冷静下来，我看卖一下，好。
不要紧啦，啊，啥问题交我就好啊。啊，你袂记得我是你的啥？嗯，时尚医生呢，交我处理哦。真的有，啊，唔是才有法度救的。Of course, for my best friend, I'll do my best.哎呀，怎会破到这严重啦？就算搁较厉害的医生哦，嘛需要病人还佫有一口气的，才有法度救啊！啊，这领礼服根本就无生命迹象啊！我是要安怎借尸还魂？有啥问题啊？当然无问题啊！啊，你唔是佮意食鸡卵糕？啊 ？A piece of cake.嗯，我不卡斯啊！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，多想你。